大家好，我是微信课堂的陈新轩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微信课堂的王木雪老师。今天是摩登基础班的第14次课程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四块布，还有呢一个帘布。OK，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。好的，刚刚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四块布和帘布，然后我们现在跟大家讲解。首先呢，我们刚开始对着的方向是对着斜墙 ，OK， 就是我们一个长线或者短线的一个斜墙的方向对着转。然后我们的脚位其实也是一样 ，Tango 的脚位，右脚对着左脚脚心，然后容易松下来，身体带着一点点缓身啊。然后当我架起。我们首先男生第一步直向前，直线向前，然后呢一次落到中心 ，OK， go slow， 然后一次落到中心之后，我们后面动作是右脚男生向斜后方，斜后方全脚内侧着地 ，OK， 前脚全脚内侧移动中心站好，并步，然后脚的位置呢也是一样。在我们男生落脚的一瞬间，我们全脚要向弯一脚，然后呢右脚继续后退，做一个身体再转动。OK， 所以呢我们这个步子很简单，首先呢就是男生向前斜后弯，然后一脚后退，就只有这几步，很简单，就只有四步，所以叫做四块步。OK。好，接下来我讲一下女生动作。女生同样的，在我们移动前，我们身体已经保持到已经反身的身体已经反身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出右脚，能感觉到我们大腿夹住的，然后落中心。现在呢，打到我们左脚是方向是左斜前，然后在我们并脚的一瞬间呢，加一个身体弯过来的动作。哎，当然这个动作男生不需要做太多，女生要去主动的去把这个方向弯过来。微微向内扣，然后呢全脚内侧啊，身体还是不变，然后并脚的同时，我们的身体转到斜墙，斜墙的方向，另一边斜墙的方向 OK， 然后呢我们的身体继续向后走的时候，我们的脚大腿开始转动，可以看到我的脚是做一个向内扣的感觉，所以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反身动作，看到吧。而如果我们只是转动上身，脚是直后退的就不好，而如果我们转动了脚，我们的身体不转，这是很难受的，所以我们的大腿根部开始自己转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有这个形态。而我们落蹲之后呢，这里的脚的形态是什么？后面脚脚跟，前面脚脚掌，重心右脚多，重心大概是37，前面三后面七 ，OK， 是在稍微中间一点，所以不要单脚前进 ，OK， 好，再来看一次。首先我们大步下棋。